今天呢，我首先要隆重的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就是高桥睦郎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旅日诗人，也是翻译家田园老师。他是个全才，然后一生呢，没有在年轻时候到三十多岁工作十多年之后，几乎是自由职业者，一直靠一支笔来养家糊口吧。今日のお客さんはとても若い方が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る。その若い方が多分、迷路とか謎とか闇がお好きな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ね。今天来会场的很多年轻人，我想年轻人都应该喜欢迷宫，喜欢黑暗地带，喜欢不确定性吧。帰ったらあの井戸をさらえなければ、それよりも私自身の内側の井戸をさらえるより前にまず探さなければ。回去后，我必须掏井那口井。不如说，在掏井之前，先找到我自己心里的那口井。人はそれを倒し、踏み越えていくのが常だが、決して倒さず、迂回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がある。树是修路时舍不得砍掉才留下的。人每每遇到挡住去路的东西，常常会砍倒、踩过并超越，但仍有绝不会倒下。必须迂回绕过的东西。行，那高桥先生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折磨，还有所有的这些磨难，但是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表现得非常的快乐，而且他笑起来都是哈哈哈，就这样子笑，就给人非常的阳光，然后很有感染力。なんでしょうね。僕は本当に僕の人生は仕方がない人生でした。仕方がないから生きてきたって感じですね。因为我的人生是没有办法的人生，所以必须活下去。本当に光っていうのはごく一部で、その周りをずっと闇が取り囲んでいて、その闇が僕らを生んでくれるし、僕らを育ててくれるんですね。光芒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光芒诞生光芒的其实是黑暗，其实在更多的包容包围我们的是包围生命的是黑暗。孤独っていうのも闇で。もし孤独ってものがなかったら、僕たちは本当につまらない。孤独是黑暗的一种。如果没有孤独，也许就没有我们。